看起来的话，对啊，比较不太习惯 ，Luca 只有一些不过，马上接到这个4个发射，两个狙，再一下，其实就要接近了，两刀可以，哦，这个关键可能是他要开早炸，啊，哦，走过去，哦，回去，好，那么我们。哦，哈哈，顺赢了。两个人都很接近的。哦，其实，啊，两个人都，啊，蛮接近的。只是现在这个状况的话，其实，哦，好吧，这个应该是上摔。哦，没错。那。 现在是第二命，那看 Dario 怎么样把关收掉，不然的话，目前来说的话，零趴现在收掉的话，其实一切都还好。不过现在就开始了，好漂亮的一个 PK 雷手边，然后之后用那个给 PK 雷测测，啊是啊，你要等一下。 可是我好像还没那么快。哦，那我现在看起来两边还蛮不准的。对，刚加油吗？加油把它收掉。嗯，这个我感觉是，觉得是麦克怎么玩？我觉得马六要洗，可是马六洗完应该是比较强。那脑力比较好说。应该说，我是说，就是这边要如果你今天不会打卢卡，就是。 不会，就不会打。那可是如果你会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马里奥是好的，不会差。马里奥，因为卢卡是零手嘛，对不对？那马里奥就是有一些这种很好、很容易轻易的招数。那其实对卢卡来说是蛮大压力的。因为马里奥是打马里奥，你会有些状况，你要知道他会有些及时的 combo， 如果有平台的话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这边是FD，所以这边基本上比较安全，比较不会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。 对，好，应该是后，没有，刚刚这个地方，哦，对，这样宽在，哎呦，这个不是很好落地，嗯，刚刚不知道什么往前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样两边没差很多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然后这样宽左边，哦，漂亮的，一卡左边就蛮强的，对啊，看看这个台阶，可能放也慢，不知道 ，OK， 就是很好推进，嗯，哦，行，差点中，啊啊，好，这个。 可能万一有给点压力，所以他这样子。他怕了，就是。不过两边一份。嗯。现在都是，看谁拿掉对面。对，对，那这样拉路线。哎，我两个。对。好像绿色别人这么高。哎，有酷的。对，这比较酷的，对。好，那想要，哎，为什么用钱这样？ 啊，这个啊，没有。男的钱卖的就是一个哈利。应该是就看一下。如果
Lucas 的前三其实一直蛮低的，嗯，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偶尔放下，嗯，不会被放下。到了，那个跟马六的状态一样。嗯 ，OK， 大家 ，Gyro 开始被那个 back air。嗯。哎呦，这个 back air。我操 ，back air。back air 吗？对，没有。再那个，哎呀，这个跳。对哦，小。小野用杀哦，这个哎呀，可惜刚刚其实有让他靠近的，那可是没有做正确的反应。他快还蛮喜欢用前跳的，前跳，前跟他前跳，他跳跳，小跳，小跳，小跳，他用前跳比较多。可能对啊，就这样比较舒服。可以拉的距离比较长一点，可是下降速度较慢一点。嗯，就有好有坏，没有办法防御的时间变长了，对吧？哦，好，这个吃了一个小伙子。哦，刚刚的危险。哦，两边都100，因为他，我好像还没到 pure 本身，还差一点，我应该不会。对，应该不会。这个 DI， 这 DI 好不看，像恐怖。哎呀，哎呀，两边都放枪了。哎呀，大放枪了。好吧，没关系啊，那个比赛紧张嘛。对。好，那恭喜关。我先拿一下一个。嗯，那我先放一下。我把两个。先调一下那个希望皮肤的位置，让观众看起来比较有困惑。不过看比赛会看到这种，其实蛮麻烦的。我觉得观众都很聪明的，所以他们不会被骗。对，不过也有这种比较技巧的，他们这样子。对，这边是比赛画面，然后这边这两边是玩家，这样子会问题。哦，可是我们没有，可是我们样比较漂亮。OK， 那回到比赛。OK， 再拉两边拉米切。对，一边也推小火车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四代康波。回到，好怀念哦。对，大家最怀念的。对，哦，漂亮的。我刚想要用那个变态者，然后没有中。哎，不知道什么好像。对啊，没有其他东西。又被防住啊。对的。啊，他第一集有中，可是他原地的时候，哎呀，后摔。没有自信吧？好，换手边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拉回来。嗯。但那这个只有也可以回到这个场内。对。我现在回到女主。对，但就是一样，就是两边在拉距离。OK， 两关，我先打你。哦，应该是下摔。接吗？没有，现在没东西。对，那卢卡斯其他没人找。那卢卡斯主要是场控。对。有场控，然后接拍也是有经验，就是 Pucky， 好位置。我马六自己的有火球，他也不怕人家丢。对啊，他还可以反射啊，而且现在这么小一只，先翻，有耐心，先打得慢一点。嗯，那他们两个其实做事有比之前少。哎呀，这个加肉其实玩的都不错，可是他然后不知道怎么他就比较输。对，就有点可惜。刚刚前场也是一个。对，你那个那个能告诉你，你要到红色，好，好了，那个，哦，漂亮的一个贝尔，这是贝尔，可能抓跳吧，嗯，应该是，就做一些这样逼别人做一些事，哦，这个就痛，就是抓那个穿飞行的飞行，嗯，还有这个出分。要套出分，好，怎么？哇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！这个其实都做得很好，可是就是会失误啊。我觉得我以前也会这样，我觉得是这种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你会想要赶快，你会想赶快找杀，对，赶快杀他就好了。但有时候你就是你要忍住，对，你要有耐心，对，然后
还会有可能这次是杀，你先慢慢来，可能有一次机会。到到到到。对，那现在，对，现在慢慢打进去，拉距离。我觉得这个跟战不错。对。哦，下去。好，左边有机会吗？夺命吗？哎呦，哦，有吗？哦，哦漂亮的夺命。延续贝尔。对对。啊，简直。马六的贝尔可以在空中丢两次，小跳丢两次，超强，超棒。啊哦，这个在换自己进主动进攻。对，我、这应该不会，这应该不会，这应该不会。啊、哦，还好，换还是有练的。这个不错的回场也不错。对了了。哦哦，有贝尔，贝尔，有贝尔，大龙贝尔，有贝尔，有贝尔。五马三，这些游戏马六对，没有火球那边就烂了。好，不能防，因为这一单不能防。我丢，我就丢，然后你也不能干嘛？对。啊，没有翻左边。嗯，对，其实这场控制很多。好了好了，杰尔抓贝斯了，我杰尔因为很快就回到场了。嗯，但杰尔如果现在稳住，其实还有机会。對，因为其实 Pokemon Stadium 有一些 combo 是可以做的。对。哦，漂亮的，漂亮的 Perry 接。他是在马六在一个本身，好像会有个，如果你没接好，一起考虑。好。哎、欸，都有，都有吗？我一直以为都有。可是他要补闪。哦，这个好吗？要跳上，自己跳上去。用闪闪关。还要恭喜关。对，恭喜。再有谁？我要庆他那个谁 ，Faker。